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今天穿康纳的外观，然后继续来这边。这次的目标一样，就是把上半部的地图先开完。哎，这样没有抓到。哦，抓到了。终于到了，这个跟天蝎座长有什么不一样？感觉差不多啊。昔日奥古斯都的宫殿，今为艺术的避难所，统治者时代的时间未曾停下脚步，而路易是法王的爵享。我觉得赛罗夫宫，补一下肉看是漏了什么。香榭丽舍大街，这里是住在城墙外的巴黎人聚集之处，借此远离城市的肮脏泥泞。它是各式户外活动的所在地，无论是最纯洁或者是最不值得称道的活动。临近的街道是现在的蒙田大道，过去被称为寡妇之街，因为扶丧的女子会聚集在那里谈论单身的地方。香榭丽舍大街有着它自身独特的警备势力，他们的报告提供了极生动活泼的当时生活，这也是政治事务的背景。保罗·巴拉斯在安托万·尼古拉斯东营经营的小酒馆密谋他的计划推翻罗伯兹比尔。那个小酒馆现在仍然存在，改名为雷东营餐厅。去那里的话，试试看乌鱼香浓甜菜跟果汁，告诉他们是我推荐的，但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或任何绰号。他自己也承认，我们应该设法解决政府委员会的过激行为，并协助国民工会取得他们的权利。在那个傍晚，密谋者会在此集会。在恐怖统治时期，这也是最不起眼的通道，在各个不守规矩的人群中通往部落涅森林以躲避一切，只有十几个警察在此巡逻。因此无论是嫌疑犯、逃狱者、想躲避兵役者，或者是无业游民，都藏身在那里的枝叶与灌木丛之中，活在美梦中。孩子，罗浮宫应该就是这一个吧。门口
放在这个的哪里？还有没有更精确的线索？感觉整个就只是其实是一个罗浮宫而已啊。所以我其实还没有到。对啊，这是罗浮宫啊，再过去就是杜勒利宫了，所以应该是在这里没有错。好吧，偷看。什么爪？母羊吗？母羊爪。大革命。哦，白羊爪。没有在这里嘞，这里出现对吧？几率增高。这气道。在罗浮宫。啊，是在墙上。啊，在那里。为什么刚刚我都没有扫到？一定是因为我眼馋，所以没看到。公民打着平等之旗，走入皇室的花园。赫利奥斯的左眼在此点燃毁灭的力量。公民进入皇室。公民进入皇室。对这个没有印象哎。感觉不是豪宅就是宫殿啊。自由
杜勒利宫。应该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开放难民进来。这是什么？爱国者报。诶，为什么没有办法到楼上去啊？可以上去的地方，这太诡异了吧！不可能有个宝箱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啊！骗人！为什么进不去？太扯了，这个。好吧，我找不到入口。或许之后就会有机会进去了。去找我的目标。
这样就出去了。所以没有，这一面墙没有。不晓得有没有藏在室内的可能性。觉得藏在室内又太奸诈了。没看到哎，在哪呢？什么都没有呢？还在另外一侧。好吧，偷看。哎呀，看起来我猜错地方了。嗯，它第二个在巴黎的皇家宫殿。在这个位置。嗯。为什么啊？为什么是在皇家宫殿啊？好吧，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在皇家宫殿。不过没关系，反正它就是在皇家宫殿。这个帽徽是在地下那个。啊，这里的东西怎么好像都拿不太大。Thank you.
有了。取自巴士底之石，协和广场区隔了坡房宫的材质之势及断井之地。取自巴士底之石。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资料库有讲到什么东西是用巴士底的石头盖的，是我忘记是哪一个了。或许用地图找会比较好找。坡旁宫，是这里吗？我刚才有看到协和欸。说不定是，说不定真的是这边。我好像闯到过不去的建筑物了。算了算了，我出去，走外面。我变成一些老手了。如果我猜的地点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穿过这个吗？这个草地不能走，太不合理了吧。这里是杀头的地方，隔绝两地。应该在这个路上啊。协和桥占据及随之而来的破坏巴士底监狱后，就能以最低的成本带来始料未及的食材补给。来自这座古老要塞的食材被重新用在建造连接坡旁宫与革命广场及断头台的桥梁。桥梁在1791年竣工，并命名为革命桥，之后更名为协和桥。那就是这座啦，国防宫也有了，革命也有了，有了。
找个地下道来下去看看哈。说不定可以捡到那个宝箱。感觉这里所有东西都藏在地下。过不去。对面也是关着的，这里也是关着的。难道有其他入口？说不定是这个洞。哎，这是可以穿越的。找到了吧？那我这个继续再跑啊，说去哪里啊？死喽！其实有通嘛，原来是要从那么前面。那下一个做这个好了。在楼下。The Germans ridicule me no end.They call the new machine a whirligig. Imagine, I devise a humane method of execution and the newspapers do nothing but print negative reports. Could you print this article, emphasiz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guillotine, then surreptitiously replace the journals sold on the street with the new ones? But my dear doctor, do you not agree that the purpose of an execution is to show the people the terrible retribution of the state? The purpose of an execution is simply to end the life of a criminal.My machine accomplishes this in the best way.
I disagree, citizen. We want to see the man drawn and quartered. We want to see his head fly from his neck, not plop into a basket. We all know stories of executions gone awry, ears lopped off and so forth. No, we must have a better way. And thanks to science, that way is at hand. With this machine, built by Tobias Schmidt, I can cut off your head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nd you never feel it.你看看了资料，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丹医生。吉约丹医生曾是法国医药界的领袖人物。事实上，他并不是发明断头台的人。他早期支持以投票表决选。举区长的意见赢得了巴黎人广大的人气。此外，他还是一个慈善家，他认为死亡不分社会阶层，应一律平等。因安托万·路易斯博士发明了断头台，他试图改良。最早是由托比亚斯·施密特用大键琴制作的断头台，设计让死刑尽可能不痛苦，不再有刀剑，不再有破轮子，不再有木架，即使在笨拙的刽子手来执行，也能保证快速死亡。他在大革命后期触怒了公共安全委员会，并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不过却得以逃出他的发明产物刀下。而后他继续研究自己的科学研究，尽力完成他应有的使命，拯救生命。我觉得他们都长得好像。啊，这个人跟他根本长得超像啊。有罪犯要我杀。Très bien. Pourquoi tout ce fracas? Ah, allô. Oh, tu dois se passer quelque chose.找什么茬啦？That can't be good. Shit. 好会躲。按不到防御。为什么他的房子这么难按？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